幸好我是金公公，高丽的正门的出了门，找门将进来，密码锁学会，一模一样的两个房子，第一、第二，早就客厅在这里，冰箱、滚筒洗衣机、电磁炉灶、微波炉、水车，在这里很马桶、洗脸台、洗澡这样分类，我卫生间的很高档卫生间。咱们这样进来，这里看了看一下，这里有客厅很大吧？那第一个房子进去看，第一个房子，书桌在这里，书桌好漂亮，还有这床防盗窗也有呢，那有窗口，然后这个一个窗帘也有，床在这里，床在这里，这里看吧，空调很高档，空调，这衣柜超级大的衣柜，这样进去，我们这外面客厅，客厅很真的很大。房子很高档，是不？第二个房子进去看也是一模一样，这书桌一模一样的窗口下去，都看过了吗？挺漂亮的呀，是吧？床还有这插头，一二三四个插头，插头也挺多，床也很好。这里有防盗窗，还有双层窗，窗帘，衣柜真的很好，是吧？衣柜真的很好，然后就再这样进去。格式也抄着两个房子一模一样的格式抄在这里哦，密码说这里哦，电梯楼，电梯楼看到了吗？这再看一模一样的格式，这我是金公公，拜拜。